宽带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随着 5G 的正式商用，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新时代。高品质的 5G 网络离不开高品质的光纤基础网络。河南世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深耕光缆光纤加工制造业，抢抓 5G 机遇，用光纤承载 5G 的发展未来。河南世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承接了深圳和光同城科技有限公司高效的生产、精湛的工艺以及优质的市场业务，是一家以生产封装光纤通信器件产品的高科技通信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服务至上、品质优先为企业理念，组建了高素质的专业团队，科学的管理体系为世嘉电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配有多条专业生产线，采用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质量检查设备，从源头把握质量，以细节铸造精品，全力保障公司每一个产品达到光通信行业的国际级的质量标准。公司产品有常规光纤跳线、MPO、MTP 光纤跳线、AOC 光纤跳线、CWDM4、AWG、自由空间隔离器、光纤阵列以及保偏系列光纤产品，拥有多项国家专利，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先进的国际化生产及检测设备，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标准的精良工艺，顶尖的行业精英团队，严格的检测标准确保了品质领先。公司产品远销北美、西欧、东南亚、韩国，形成辐射全球的海外营销与服务网络，快速响应市场与客户需求，用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产业实力树立中国制造的代表品牌形象，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打造光纤加工制造化样板基地。未来世嘉电子公司将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探索新的增长点，助力 5G 时代对海量信息的传输需求，继续技术创新引领，致力于 5G 商业生态中发挥更大价值。逐梦 5G， 共创未来。